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《魔界战记》RPG，然后我在那个广场聊天室哦，看到有人说1500，叫钻还是水晶啊？游戏里面好像叫魔晶石啊，然后用免费的就可以必得一名新式角色，限定一次，好不好？好不划算啊，反正我的钻应该还行吧，抽一下啊，可是抽这个也不划算。啊，不管了，我抽了1500，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划算的。再来一只 Jessica，OK？啊，我嘞，最后面。所以很飞是不是？最后一个必得才有哇！啊，罗莎琳特，好吧，还行啊。这个应该也是 V 级角色吧？我没有查。那除了 Jessica，其他都好像还好。那我还有高级的也抽一抽。这个每天的零钻的我抽掉了，诶，哪里去了？找不到，那边都付费了。哦，在这，我还有6张，那个应该都是那个直播序号 那个有期限啊，如果有看到，赶快换一换。啊，我又把音乐关了，好吧，都快抽完了，不开了，还是要开一下。没有音乐加持，所以才没有中。还有福利你二星的，为什么要放福利你进来？这不是打关卡就会掉。決まっていたことさ。南瓜，但是好像还没有冲到那个僵尸跟哪一只啊？忘记了，解异常状态了，蘑菇是不是？可是其实我抽到了，好吧，没中，那大概这样啦、啊。